好的，各位，欢迎回到 WGL 亚洲区的一个总决赛的现场。我是我准备，那身边陪伴我们的依旧是两位赛评 JJ 还有 Cisco。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今天一个重头戏哦。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开 Type 59。现在我们梦想要成真几率比较低，因为我们在台上播比赛。对，就在我们后面就有任何其中一队可以达成他们的梦想了。是，没有关系，没有 Type 59没关系。我有 Type 58。差没关系啊，差一个数字哎，我太爽感，爽感差。你常常都是这样子在过你的人生，才会得到圆满。我懂，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差一点点。是。我们有58，但有59才是最好的。没有关系，我还有 T69。你要听，数字差不多嘛？数字比较大，都有九啊。数字大十。对，大十，然后一个少一嘛，差不多嘛 ，OK 啊，一样嘛。啊，哎，这就是来自于 loser， 现在会成为 winner 都在台上了。对。我们今天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两边的一个阵容，因为也为了一个趣味性，其中一个是阿月跳水，阿月有上场吗？阿月好像有上场，听说有哇，阿月想要拿到59吗？不过我应该是会在表现里面，应该就直接跳水了。梦想成真就在今天了，各位观众。各位观众，他有没有办法达成他两年来的梦想？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拿笔电在写字幕的。对，竟然是笔电，有点猛啊！哇，那 AP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对，你知道小时候大家就是小时候国小不知道写我的志向嘛？就是说我要当总统，我要当歌手，我要去日本拍片之类的。但是我们。从小志愿簿上面就写着我要 Type 59，终于，原来你小时候就有 Warp Tank 哦，你以为是跟那个小翔一样吗？啊，对对对，小车长小翔，我玩 Warp Tanks 也八年了，是不是？来自时空旅人 Warp Tank 打八年，那么今天是三打三哦，那我们是抢二三，两场抢二，那如果一比一平手的话呢，我们有一样有 tie breaker， 所以一样是一个攻方一个守方，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好了，那我们这边看到，待会一样是打攻守方啊，打了一个模式也是对战模式，那就是会蓝方跟红方都会担任一次防守跟一次进攻，如果两场都拿下比赛胜利的话，就可以获得四个修哥哦，不是，获得三台 tie 59，讲错，不要把自己。中的想法说出来，四个 show girl， 那对不起，我下去打了。所以要 show girl 你才要下去打 Type 59你们。对啊，好奇怪哦，我们都是为了 Type 59，就是为了 show girl。好，那我们使用地图 Hammer Stove，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谁是攻方，谁是守方。这也算是在总决赛里面第一次出现 Hammer Stove， 真的是很少看到这样。终于出现 Hammer Stove。这也是一张这个在这世界里面很经典的地图。对，这张地图很经典，基本上从 WGL 开始，战车世界投入电竞比赛这一块开始，就已经有用 Hammer Stove 这张地图。对，这张地图可以说是我们从小到大是打 Hammer Stove 长大的啊。对，那先来介绍双方的出生点位，出生在地图四点钟方向的蓝色队伍呢，就是我们蓝色的挑战者队伍，在我们舞台的右手边，而在。他们使用的车辆是一台虎王、一台豹二以及一台温州131。而在地图11点钟方向的红色队伍，在我们舞台左手边的就是我们挑战者的红队，使用一台 T3，还有一台等一下要送的 Type 59，还有一台 T43。已经忍不住，已经选 Type 59了啦。不过我觉得这个地图选的有点不好、啊，这样阿月怎么跳水呢？对啊，哪里有水？没有关系，他可以跳山，他可以跳山呐、啊。那个南面这一边感觉哦，一边是走三号线，一边走我们的 G 号线，直接过来了。哦，两边看到。那这边蓝队是不是有一个裸露在对方的炮火之下，会不会有点危险？往前冲！等一下，这你要去哪里啊？这是直接过了正中央的一个中央公园，直接想要去站点吗？我不要出错，不要出错，持续往前冲，要到喽。哇、哦，温州131快要到二号点了，有没有办法直接压线？哇，这样拿下 F1 世界冠军不是？不是，是不你转。等一下，这到底是你转错棚啊？他也没有要去站点，他冲了这么快，那他到底他要去哪里？他要一打三了、啊，没有跑第二圈，跑第二圈要跑赛、oh. 车，赛、oh, 车要走62圈，所以跑第二圈，我来马拉松了。对对对，等一下要进 pit 加油一下，在7分钟应该没有办法跑完62圈哦。7分钟跑62圈是飞碟。这边红队已经回防了，哇，这边两台车都来站点位，不过这红队三台车全哦，红队这边又分成两路要去做包夹，哇，三台车同时站点需要40秒钟的时间，但是红军已经。回来防守了，而且是进行一个包夹。OP 的 Type 59来了，哦，这个好像是感觉很训练有素，直接出来说扛炮。有，
这 T 3要出来做，先做扛炮，然后后面 OP 的 Type 五九不断在屁股偷抽啊！哇 ，Type 五九真的好 OP， 我也好想要一台啊！我觉得应该 Type 五九是不是就是阿月开的？他是想说，反正就算我今天输了，我也曾经开到 Type 五九，我曾经有开过 Type 五九，我曾经拥有过。哇 ，Type 五九跟温州一三一开始狗战，温州一三一直接屁股没有绕到 Type 五九，相当可惜。可是正面看起来是两台车有点难分难解，血量看起来红队稍微高一点点。对，毕竟是中型战车对上轻型战车，而且还是对上七阶的轻型战车，看起来有机会。阿月有没有机会收到在温州一三一呢？看起来只要再一炮，阿月不要 miss。阿月 ，OK， 这套没有 miss， 平常他跟我打野团通通都 miss， 然后爆卖掉。对，那这边正前方的正在站点蓝军的这边是有两排车，那想进行一个强战点，但是看起来要输了，在跟 WGL 的赛事里面也是一样的，强战点很难获胜啊，除非是你像一龙这样，你可以同时占领一号点，又在二号点面做一个正面的一个进攻。那这边恭喜红队是拿下了首先第一场的胜利哦。对，但是没有关系，要两场。攻守互换，这边红队是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获胜。这一边我们看一下红队，红队这边是有女玩家的这一队吗？两边都有一个女玩家。哦，两边都有女玩家。对，那个最旁边那一位短头发是女生。哦，看起来就是女生啊。那这边就是蓝方的队伍。对，他不是说要带码头上去打？码头呢？没有，是说。码头刚刚拍完照就拿下来了，但码头怎么打看不到啊？根本让一个人啊！可以，那真的是盲打，你知道吗？可以打啊，那个鼻孔那边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玩 WOT 八年的一个男玩家，八年，我玩 WOT 也八年了。可是哥哥我六岁，可是我六，这个我从上辈子也就玩两年了，下辈子继续玩。好了，那第一场战斗其实进行的相当快啊，那这边即将要进行第二场是攻守互换，如果蓝方这边再拿下一城胜利的话，就可以把曾经拥有的 Type 五九带回家。是，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刚刚的进攻方稍微有一点照进了，虽然说很快速的到对方的一个防守区来做站点，但是红方在回守这边其实处理的还是相对比较好一些些啊。对，先来介绍两边的出生点换配车，出生在地图四点钟方向的红色队伍就在舞台的左手边包厢的红色队挑战者队伍，许宏德是一台 T32， 一台 Type 五九，一台 T43。而在地图十点钟方向出生的队伍，则是在舞台右手边的蓝色队伍，许宏德是一台虎王豹二以及一台温州131。车子有没有换？都没有换，都没有换，所以还是选自己最拿手的一个车子。对，看起来虎王在选虎王跟豹二这两个一定是始终得分。对，其实虎王我觉得还不错，他至少 DPM 很高，但是温州一三一这个选择我就觉得有一点迟疑了。对，比较冷门的，就主流以一个七阶车、八阶车来说，通常可能会选这一台。七阶车的话，其实七阶车新的选择也不是很多。以新战车来讲的话呢，1375也没有特别强势，那唯一强势可能就是华克猛犬。MC1 华克猛犬的。对，不过在 Himmelstorm 这边还蛮常看到在 A2 会摆一台。虎式不是虎王，就是摆七阶车，在该位置可以做一轮一些输出。在七阶车里面，虎式它的一个 DPM 算是蛮高的哦。这边红方选择从一号、二号的一个铁轨线要慢慢的一个推进，那我们看一下蓝方这边是守株待兔哦，这边在 A4A5 这边等着你。对 ，A4A5 这边要进去 Type 五九，阿月的 Type 五九，他觉得自己很 OP， 直接冲到 F1。对，待会的一个竞争，待会下一场比赛即将是阿铁对上翼龙，他们所要竞争的是$60,000。那这边他们要竞争的是三台的五九，我怎么觉得这边好像比较紧张一点？感觉这边的比较奖金好像比较重，这边的奖品好像比较好哎。钱可以赚，五九买不到。是，钱可以再赚，钱再赚就有了。五九这次失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对，五九真的，下一次这次失去，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拿到五九。曾经有一台五九在我面前，但我却没有。对，如果再次出现，我要说我要10,000台。我这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盲射，有一点点盲射，两边都在盲打。应该是131利用他填弹快的特性，不断在对战里面进防守。阿月竟然找到了建筑物，哇！他竟然能够找到建筑物哎！他上次跟我打野团找不到建筑物。T32 的一个位置是他们第一台进来做站点的一个车辆哦。对，这相当会训练。时间只剩下最后十秒钟。哦，阿月自己探出去被打到吃了一炮。他是诱饵，很明显，他想要利用正面装甲想要扛炮。他来勾，他来勾。他这时候心里想说：“五九是我的了，五九，阿月，你梦想要成功了。”就决定是我开了这一台，我要带回家了。直接占领，占领。女士到，阿月，你五九还没大头带。难道要翻盘了吗？
哇，这边连还没还没，连 DJ 都很兴奋在放音乐哦。哦，阿月刚烧了一下。哇，这时候竟然要放弃占领，在这边是一个开阔的地形，会被抽到不少炮。好，正面对决。阿月，你不要无酒打输温州一三一，我一定笑你一辈子。这边还是完成占领，完成了。红色这边取得一个直落二，拿下三台 Type 五九。阿月，你还是拿到五九了。恭喜红队拿以直落的比数拿下红色，拿到世界冠军的感觉啊！这比世界冠军还要兴奋啊！三台五九啊！开 party 了，他从今以后可以跟大家讲说，我可是有五九的男人。是的。很可惜哦，那没，但是也没有关系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你们也可以获得呢我们这个游戏币呢3000个金币，在这边也恭喜各位喽。来，我们合影留念一下，来这边里面，这边是3000的，3000也要拍一下啊。在这边。在这边人家带码头啊，哎呀，卡鬼哈，好了，这边阿月跳水吧，没有，我们等一下会让你表演跳水。好，谢谢，那我们大家到那边呢去做一个登记。好，接下来请到场中央，恭喜呢获胜的这三名呢，我们观众朋友可以获得呢大家呢相当喜欢的 Type 五九。那阿月呢要表演一下跳水，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奖品呢送出去，做一个跳水的姿势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样可以送吗？那也恭喜呢我们今天的挑战队呢，今天参与呢这个游戏呢，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可以顺利的拿下了三台 Type 59，想必呢相当的开心。来比对着我们摄影机合影留念一下。好，谢谢。那刚刚呢说妈我上电视了，那个是谁？来，你来，我让你上电视。来，妈，我上电视了，来，你上电视，来，一层橘音修低哈，橘弟，哇，你这发型超帅的，哇塞，到场中央，好好，哎，你们三位可以去领奖品了，那把那个妈上电视了留下，好，合照一下，来来，好，来，我们跟他合照一下，让他上电视，让全球呢都可以看到呢，他为了想要上电视呢，这个。如此的不择手段，南阿拜个继续战，继续支持战车世界阿联航吗？还蛮像的哈、哦。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呢，抽出了刚刚。